一个自己的喜好来去选择要贴点心还是贴心食物。有一个人啊，是我们这个故事里面的主角，他叫做胖哥。你觉得胖哥长得胖吗？应该很胖，对不对？他叫胖哥嘛，对不对？有人叫你胖弟还是胖哥的吗？没有，对不对？还是叫你胖妹、胖姐的？哦，还好 ，OK。那其实啊，你知道吗？故事里面的胖哥就是其中一个哦。他呢，其实都不高，而且呢，他常常呢都被人家贴上威廉脸哦。因为呢，他呢又常常呢就是肩部是木头已经有点脱落了、啊，而且他常常就是不小心就这样，哎呦呀，哎呦呀。然后呢，他常常跌倒了之后，你该给他一个黑点点，对不对？你有没有常常跌倒？你知道吗？像我儿子啊，我有个2岁多的儿子，他常常跌倒。那如果他是那个威廉客人呢，他可能呢就会被贴上黑点点了。他就说他的名字叫瑞瑞，瑞瑞，你今天要等待改黑点点了，他就会被贴了。对，那有些时候呢，他可能又解释说，哎，我怎么跌倒？我可能是因为脚上这里呀、啊、有个垃圾，我就不小心踢到了、啊，就跌倒了、啊。啊，这个理由很好笑嘛，这个垃圾怎么可能会让他跌倒？那这个时候，哦，他可能又被丢在那个黑点点了。啊，不动了，谢谢。好，然后呢，不久之后呢，我们这个呢，胖哥呢，他身上就好多黑点点，就像老师一样，身上有好多黑点点。啊，好可怜，怎么黑点点？然后呢，他渐渐的就不想出门了。下一个。有一天呢、啊，这个胖哥就走，他就在路上，就在路上遇到了一个人，他叫做露西亚。他的露西亚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哎，他就发现说，他身上怎么一点？对啊，怎么你没有黑星星，也没有金，没有黑一点点，黑点点也没有金星星呢？那到底是怎么样呢？所有的温尼客人呢都很佩服他哦，都觉得说，哇，为什么啊？你怎么都没有黑点点啊？你没有黑点点，就表示你应该很棒。所以呢，他又想要给他一个金星星哦，哎，好棒，对呀、啊，所以他就想要给他金星星哦。但是给他金星星的时候，贴纸贴得住吗？贴不住，好，对，再来一个。所以贴纸就跟我们贴不住哦。他哥就心里想说啊，啊，我也想要这样子，我也不想要有黑点点贴在我身上。后来呢，这个胖哥就问露西亚说啊，哎，你是怎么办到的啊？露西亚就跟他说，哦，很简单哦，我只要每天去找谁，你看他谁，去找那个雕刻他们的那个木匠一来就好啦。哦，那露西亚就这样回答他。那胖哥就跟他说，为什么啊？为什么要去找那个一来呢？哦，好，等一下可以看哦。后来呢，他说你继续找他就知道啦。那露西亚讲完之后就很轻松，是这样子，很轻松的是怎样走路？我都走给你看好不好？嗯，你这样子吧，就这样走吗？我不是啊，算是怎么走？站稳一点，这样子走一点。哦，可以，好，谢谢。好，就很轻松的就离开了。后来呢，这个胖哥呢就在家里呢，晚上在家里就这样子，就这样坐在床上就看着外面。就是他看到说，他就跟他说，外面的这些客人啊，他们这样子都在外面帮彼此贴纸，他觉得说这样是对的吗？他一人一来这么看见我吗？你觉得一来怎么看见他？肯吗？哎，你们猜猜看好了，你觉得一来看见他的举手？好，你觉得一来不会想要见胖哥的举手？好 ，OK， 好，我们现在看看正确解答。然后这个胖哥就对自己说啊，我觉得这些维尼客人这样子帮人家贴点点贴星星这样是不对的，他决定要去见伊莱。后来呢，他就那一天，他隔天呢，他就走到伊莱的这个很大的工作室，哇，伊莱怎么那么大，那个桌子怎么那么高，我那个椅子怎么那么大，每个东西都好大哦，他就觉得要踮脚尖他才看得到哦。后来他就说，哎呀，我好害怕哦，我不想要待在这里。他想要转身走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后面有一声音说，胖哥。你觉得一来是这种声音吗？是。还是什么？胖哥。一来。一来。这样子哦，啊，胖哥，这样子，是吗？好，我们三种选择。胖哥。第二个。胖哥。第三个。胖哥。
过来说，贴纸掉了，贴纸掉了吗？贴纸掉了，我的贴纸掉了。好，谢谢。后来呢，他就这个伊莱就跟他就说，很高兴看到你哦，来，过来过来，让我看看你，哦，你怎么这么可爱哦 ？OK。后来这个医生就转，这个看护转过来说，伊莱说，哎，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呢？他说呢，当然啦，因为你是我造的啊，我当然知道你的名字啊。哦，看来呢，有些人给你一些不好的记号哦。有些人给你一些黑星星啊，黑点点，好像是一些不好的记号的。这个胖哥就解释的说啊，哎，其实我不是故意的，我其实很努力的想要好好的表现，但是我还是被贴上了黑点点呢。这个时候，一来就跟他说，胖哥，不用在我面前辩解，其实我不在乎那些文理客人怎么想哦。胖哥就说。你不在乎吗？会不在乎，每个人都很在乎你别人身上的黑点点或是金星星啊。他说我不在乎，而且你也不应该在乎哦。他们怎么想并不重要，因为我觉得你很特别，我觉得你很特别，我觉得你很特别，我觉得你很特别哦。有人在哭了，不要哭，我觉得你很特别。OK， 好，他们就笑了，他说。聪明，而且我的气也开始掉了，为什么要在乎我呢？那一人就胖哥，然后就把手呢搭在他的肩膀上说：“因为你是我造的，所以我在乎你。因为你是我造的哦，所以我在乎你哦。”后来呢，而且我天天看着你来哦。那胖哥就说：“其实我来是因为露西亚身上的贴怎么样，贴得住吗？”贴不住，我很好奇为什么露西亚会贴不住啊，所以我才来的。后来呢，一来就跟他很温柔的跟他说哦，当你啊在乎贴纸的时候，贴纸才会贴得住。如果你在乎别人说哇你今天很可爱，就觉得说我很开心，哇别人说我可爱耶，就很开心的心花怒放。今天人家说你今天怎么操鼻，而且那个皮肤那么黑，牙齿两颗这么大。那你可能你就会觉得说，老师这样说我，你不喜欢我，或是说老师这样子的我，来从学中笑我，是不是就是不喜欢我，或是在嘲笑我？他就说，当你越在乎贴纸的时候，你才贴得住我。那只要越来越相信我的爱，就是相信一来的爱哦，就不会那么在乎贴纸了。这个时候呢，胖哥就伸出了他的食指，然后做了一个动作。什么？我听不太懂。不是外流吧？不是外流。刚刚还是这个狮子，然后外流不是吗？他是伸出了狮子，然后呢，烧了烧头说，什么啊？我听不太懂，到底是什么？听不太懂这样子。后来呢，一来就很笑笑的跟他说啊，哎，有你听得懂的，只要有时间花时间，你会发现呢，你会发现你会懂的。然后呢，而且我要提醒你，我有多爱你。这个时候呢，胖哥呢就把一来就把胖哥就放回到地上去。那时候他是把他放在手上，或是放在工作台上面。这个时候胖哥要走了，一来就跟他说：“你很特别，因为你是我造的，你不是失误的，我是从不会失误的。我所造的每一个木头人都是非常完美的，是不会失误的。你很特别。”这个时候呢。胖哥呢没有停下脚步，然后就继续走出去了。走出去的时候，突然他觉得，一来讲的应该是真的吧。正在他这样想的时候呢，有一个黑点点的贴纸就突然掉下去了。这个时候掉下去的时候呢，就发现说，一来应该讲的是真的哦，他就越来越不在乎那些贴纸喽，就真的就这样掉下去了。好，这个故事呢讲到这边。这边我们来看，我们先来讲这个圣经的经句。他说：“我要称谢你，因我受到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亲身知道的。”诗篇139:14。我们现在念一次之后，我来跟你们讲一个最后的总结。好，预备，起。我要称谢你，因我受到奇妙可畏，你的作为。
我要称谢你，因我做到奇妙可畏，这样有很短。好哈，好了，预备，再一次哦。我要称谢你，因我受到奇妙可畏。诗篇139:14。好，我把它遮起来了。好，来，大家预备一次。我要称谢你，因我受到奇妙可畏。诗篇139:14。对，大家都背对了。等一下呢，我们会有一个时间让你们好好的呢，在你们的小组的时候跟你们的班长一起来分享你听到这本绘本故事呢你的想法、你的感想或是一些你想要分享的东西。好，那在这之前呢，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你还记得前面三天的任何一句的金句？知道的呢请你举手。好，哦，我们看这个谁啊，那个名字看不到，玉祥。好，玉祥，请你来，你来前面来。你折一句，然后呢背给大家听。树枯被砍下，还树苗还可指望发芽，但是生长不起。24篇。对吗？对吗？不知道。好，我来看一下小唱，这个是约伯，对，是约伯记14:7哦，答对了，我们给他一个礼物好吗？我们要给他大礼物还是小礼物？好，今天的好起来，我不要好了。